什么意思呢？哦，亲爱的，还记得 ？OK， 那其他的埃及话记得吗？你好，怎么说？啊，睡了一个晚上就忘掉了。你好，怎么说？萨拉姆，萨拉姆。哎，谢谢。shukran， 哎，不客气呢。萨拉姆。阿富汗，好，那走吧，快一点。yala， 啊，亲爱的habibi，好，那我们已经到了啊，亚瑟文学院的埃及最南边的地方了啊，埃及地图上最下面的亚瑟文。亚瑟文离开路有880公里啊，880公里左右。要过来亚瑟文这边的话，有三个方法，第一个。